大家好，我是 Candy 啊。咁今日咧，我点解有部电脑喺度嘅？冇错，就是因为咧，我入咗大学之后咧，呢个系我嘅第一份礼物啦。今日又系几多号咧？啊，冇错啦，就嚟31啦。冇错，咁31究竟要做啲咩咧？冇错啦，就系要淘宝啦。冇错啦，就是要淘宝啦。咁冇错啦，其实咧，我买到一部 Mac 嘅时候咧，我咧不断睇淘宝，完全唔知道买啲咩好，又唔知边条 link 好，边间 shop 好。咁所以咧，我今日希望咧，透过我用咗咁多时间去揾咗咁多间铺头买嚟之后咧，就同大家介绍翻，咁大家咧买就会快啲啦。好，我哋即刻开第一样嘢。冇错啦，咁其实众所周知咧，最新嗰啲 Mac 咧，其实真系好衰咯。佢哋而家咧得翻啲 Type C 嘅插头啦，咁所以咧嗰啲 USB 啊、HDMI 啊、LAN 线啊嗰啲全部都用唔到。咁所以咧你就一定需要一样嘢啦，就系、是、冇错啦，就系、是、一个 Hub 啦。咁呢个 Hub 咧有咩咁特别呢？咁其实咧佢呢个盒咧就系、是、正正咧可以弥补翻呢个 MacBook 嘅缺陷啦，就系咧俾翻我哋有 USB 嘅插头嘅，咁就系有呢啲嘢位啦。咁呢嘢拆咗出嚟嘅时候咧，我就觉得好精致、好靓，因为咧佢咧其实真系完全金属啦，同埋咧系唔系好大个嘅啫，大概系。咁其实我哋而家就度下啦，其实佢系大概只系11.5嘅 cm。其实佢好精致嘅，咁我哋度翻啦。咁其实佢咧大概系得11.5嘅 cm 啦。咁咧其实佢真系又薄啦，亦都系咧好精致嘅成件事。咁我买咗呢一个咧，佢系就有两个嘅 Type C 嘅头啦，两个嘅 USB 头啦，一个micro SD 嘅头啦，同埋一个可以载相机嗰啲 SIM 卡嗰啲嘢，仲有一个咧就系、是一个嘅 HDMI 头啦。咁因为咧我希望可以系投影去一个 mon 嗰度啦，咁就似翻部 PC。咁买翻嚟咧有咩要试呢？当然要睇下佢啱唔啱啦，同埋用唔用到啦，系咪先？成件事系好贴服嘅。咁咧有咩要特别留意呢？买呢、這个，佢网上面咧有好多咧都系呢个位。冇錯，發唔發現到呢？其實佢係有條罅嘅。我買呢個嘅時候呢，我見到下面啲人呢有留意話插咗入去之後用唔到。後面就研究咗好耐啦，原來呢佢嗰啲呢係要插到盡頭呢先至可以用到嘅。其實我自己係想要一個 MacBook 殼，咁所以呢我就揾咗好耐，究竟有冇咩方法係可以用到呢？揾咗差唔多兩日，我終於揾到一間鋪頭，佢話係可以有圓縫罅啦，可以俾有殼去用嘅。哇，真係開心到抽筋，唔係講笑，抽筋。咁咧我就即刻買咗呢個啦。咁我哋而家就即刻試下究竟佢 work 唔 work 咯。咁我哋簡單咧就試下呢一個 keyboard 咧USB 頭究竟 work 唔 work 啦。如果佢 work 嘅話咧，就會即刻著燈啦。我哋而家即刻嚟見證呢個 moment 啦。Yeah！好彩啫，因為其實我插咗入去咧，佢雖然冇著燈啦，但係其實咧，因為要 identify 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佢係 sense 到有個新嘅 keyboard 入去啦，咁所以係 work 嘅。我哋繼續我哋嘅開箱啦。好啦，咁下一樣啦，頭先我咪講話要有個殼嘅，冇錯啦，我就係塗咗一個殼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啦，冇錯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啦，係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啦。全透明啦，冇错，我哋买完翻嚟第一样嘢要做咩啊？梗系就系要吸水睇下啱唔啱啦，系咪先？谢谢你，简单而隆重嘅仪式正式开始。
简单而隆重的仪式，简单而隆重的第二仪式。拜拜拜，哇哇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好了，透明的，其实它是有磨砂款，但是因为我想维持它这个太空灰味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透明了。其实真的好靓啊。买完个壳仲差啲咩呢？啊，拎出街怎可以冇个套噶？啦啦，就是这个套啦，耶！但其实整件事我摸下去这个质感是摆明是 cheap 的东西。其实这个保护套我找了很久，因为真的揀到一间啱心水，所以我就最后迫于无奈就求其揀了一间。不过这个我就不是太建议买，而且入面呢它的质感呢虽然是绒毛的 feel， 但是感觉上都是很薄，而且可以说是好像湿了的纸皮一样，成个感觉就是湿了的纸皮。既然我不建议大家买，我就费事讲那么多啦。咁其实佢都附送埋一个咧，就系可以装一啲叉电器嗰个嘅套啦。嗯，又有保护套，又有盒啦，又有个壳啦，仲剩啲咩咧？啊，我知啦，就系一个贴纸啊！哇，呢间铺头咧就系叫做 Skin AF， 唔系 AF。叫做 Skin AT， 其实它出很多这些电脑的周边东西，它有贴纸啊，有外面的壳的贴纸啊，有保护套啊，有壳啊，其实什么都有的了。但是我今次只是买了这个啦，还有这个的，没错啦，我就是买了这两样东西啦。我就很推荐这一间的 shop 的，因为其实它的包装啊，整体上面的观感啊，或者这些质料上面呢都是高质的，所以呢我就好推介呢一间嘢啦，叫做 Skin AT。嗯，咁买完咁多嘢，仲有冇嘢要买呢？好似仲有一样，冇错啦，就系一个嘅 keyboard cover 啦。咁其实咧，我买完呢个贴纸咧，就其实冇谂住买啲啊，哇，彩虹色啊嘅 keyboard cover 啦。咁但系其实我头先买个壳嘅时候咧，佢已经系送埋一个嘅 keyboard cover。冇错，咁佢系透明啦，正正系啱晒我要贴贴纸啊。系啦，咁如果你又有想要，系啦，咁如果你又。系啦，咁如果你又想个 keyboard 有贴纸啊，即系又有个保护套喺上面咧，咁其实咧就可以好似我咁啦，有贴纸有透明套啦。话说我执执下嘢，发现呢、這个，原来佢送埋呢个防尘室啦，咁其实唔使多讲啦。呢条片就差唔多啦，希望咧你睇完呢条片咧就可以唔使花三日三夜去睇淘宝啦。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记得 like share 同 subscribe。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啊，够钟食饭啦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Candy 啊。搞掂，拜拜。Sing candy sister.